欢迎收看牛舍频道。我们今天在哪里呀、啊？大甲镇南宫。哎呦，来这边拜拜吗？不是，吃什么？美食。啊、没错，我才上礼拜才来过而已。真的、哦？那今天就来让你当在地向导，好不好？直接复制贴上好不好？吃五家。五家？嗯、你要确定呢 ？OK 啊。好， okay, 五家传统小吃。吃到吃到满尿，那可能吃不 了。小东西啦。五家小东西，用手拿那种啦，好不好？走。好吃呢，不要啦，不好吃剁老二啦。好，冲了这句话，不好吃唯你是问。今天运气算很好哎、欸！哦，是哦，不然之前都排到这里来。我们来的时间刚好是他开幕的时间。嗯，哇，真的是运气好啊！真的，现炸的哦，一颗五块。嗯。哎呦，好吃呢！芋头给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它的芋头很绵密。是。这样一颗五块，我觉得可以哎、欸，我来可以点哦。嗯，他大颗有包东西啊，一颗大颗的是五十块，我想说我们一起分享的话，叫小颗刚刚好，这样一包五十颗，嗯，我觉得很可以耶。可它这个颗数是固定的、啊，是啊，不能零售啊，里面是扎实的哦，嗯，刷嘴耶，下一间，好，第二家是这个一品香啊。我们上次有买水煎包跟猪肉馅饼，生意也是很好，在排队。嗯，好，那走走走。包那个高丽菜的，好，谢谢。买好了啊！哦，买好了，买好了。哦，好烫哦！哎，你之前来都吃这个吗？猪肉馅饼跟水煎包，可是我觉得水煎包比较还好了。哦，你比较喜欢猪肉馅饼哦。嗯，那来，我们先吃猪肉馅饼。而且它猪肉馅饼有限定时间的，他说12点过后才开卖。难怪哦，刚刚。一放下来，大家还是拿五个拿、欸，嗯，啊、因为我们是要试试给大家看啊，我拿两个而已，哦，很可以耶，料蛮多的，嗯，很可以哦。我们吃到那个猪肉馅饼，再吃这个水煎包，你说水煎包你比较还好就对了，嗯，啊，我叫高丽菜的，但它也不贵啊，15块而已，对，啊，我刚刚里面有加辣椒酱了。哎、欸，我的印象我有灌啊，怎么没看到辣椒酱？算了，没关系啦，他们无所谓。来这边的话，猪肉馅饼一定要点，因为有特色。水煎包的话就看你了，好不好？你想要吃一下也是可以的，就是正常这样子。好，嗯、把它停完，下一间。哦，好热哦！原本想说要买个凉的，买一路发啦。啊，刚刚我们要去排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讲说，上一个客人点了30杯，他、啊、请我们去他的分店喝啦。本店就在旁边呢、啊，在旁边哦、喔。嗯，那走，很近呐、啊。来，因为本店跟分店我都买过啊。我都买过、喔。嗯，它、啊、味道一样吧？一样啊。在左手边呐、啊，等下过马路啊。OK。你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了，拍了。比较摊贩式的。了解。一个绿豆沙，还有一个杨桃汁，好，再一杯红茶，好 ，OK。你现在要买袋子吗？不用。好。
手边结账哦。OK。绿豆沙羊毛汁跟红茶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大甲霸碗？有，就在那里。好，好吃就对了。我觉得不错啦。对面有一个在地霸碗呢。那一家我没有吃过、啊，但是我那天吃这个啊，你吃吃看呐、啊。好啦，今天就有你的行程啊、哦。嗯。这样子不好吃，也有个东西可以背罪一下。应该是不会啦，蛮有信心的啦。好 ，OK。你看前面吃起来都不错吧？不错啦。好，原本我说有一间果子煎饼，他今天休息，也在霸王那边卖的。哦。那没关系啊，我们先吃霸王啊。OK。它是脆皮的、欸，对啊。我们先喝这个一路发，哇，那夏天太热了、啊，你看这个绿豆沙马上都快化完了，真的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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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喝起来也还好，没融掉，嗯，还是很冰，太爽了，夏天喝这个，因为我那天走在路上啊，我看其实蛮多人都拿着杯，人手一杯一路发。而且好像不是很甜那种，不是，调的刚刚好。再喝这个、啊、杨桃汁，生津止渴。我望梅止渴，因为你喝过了嘛，先让我试喝一下。酸呐、啊，生生津津啊，它里面是有加梅子啊。夏天对味啦、这个就比较甜，因为我本身比较不爱喝甜的，但是我如果想要消暑的话，我比较想喝点绿豆沙，这两个都是它的招牌，还是红茶喝看看、红茶喝看，我老婆自己点的，果茶味红茶也是那种不是很甜的，它都不甜，大概微糖吧，也好喝的、好喝啊，好喝，来，那绕回我们现在介绍这个霸碗 Q 的。目前吃那个品质就是 Q 的话就比较一般了，但是脆的应该会比较特色，我个人认为。它是其实脆的才要赶快吃，有可能那我先吃脆的，因为它要现炸六分钟脆的一定有特色，你看一下，哇，酥酥脆脆，哦，脆的好吃哎，你喜欢啊？我喜欢，软的话我觉得比较一般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上次来嘛，旁边有一个人他点错了，他想吃脆的，结果他点成 Q 的，他还有点不高兴呢。所以来的人好像都比较喜欢吃脆的啦。真的，脆的非常有特色。可是我觉得脆的好像加那个酱一点，我是觉得还好。来，但老板一直跟我们讲说一定要加辣椒，他讲了两次吧，对不对？哦，老板特别讲啊，来加一下，加一下。也是你们自己做的、是的哦，试试看试试看，老板自己做的辣椒，会辣，但是扛得住，属于香辣型的辣椒，豆腐肉汤，这个外汤看起来有点像阿给哦，可是你给它点出来之后，这个侧面看起来就不太像了，里面包肉的，包肉的。我只能说吃这个蛮特别的、很特别啊，有点像把两样东西联合在一起，它有点是塞进去的，是吧？有点塞进去，它应该是挖一个洞把肉挤进去，哎呀，下去煮，算特别啊，可以叫叫看。啊，豆腐就是油豆腐了，油豆腐，吃一吃，下一间。卖完大姐跟我们讲说可以吃隔壁的手工地瓜球，爸爸来试试看，他说很好吃。
30块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买30块，30块好。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我刚刚买地瓜球，我才发现它好像网络上蛮有名的，就是很有事业线的那个地瓜球。那你不是真的是想啊来看的吧？没有，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我是后来结账的时候才发现，好像哪里看过。是啊，对。啊，他今天就那个算是供应他的那个大招了啦。他有穿比较保守一点点，所以我们一开始没认出来啊。嗯。啊，是后来结账的时候我才发现，好像有点面熟。现在在网络上很有名。7颗30块，哎，算便宜哦。OK OK。他说是手工的，又脆又 Q 啊。那你觉得今天行程怎么样？从头吃到尾，没有雷货，都好吃。那你最喜欢什么？我如果排前三名的话，好像都可以。真的？嗯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就是顺顺的吃。这个行程就需要给大家了。好，那我们影片结束了哈，爽就订阅，没关系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。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！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啦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